经本科注卷下第76面整体经文，复次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，求者乖愿，或多病疾，或多空虚，家宅不安，眷属分散，或诸横事多来五身，睡梦之间多有惊暴，如是等人闻地藏名，见地藏形，自心恭敬，念满万遍，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，即得安乐。衣食丰溢，乃至于睡梦中，率皆安乐。到依度地方系一段啦，而一段系讲转恶业报啊。如果对于佛法能有相当嘅契入，佛讲嘅话，我哋就能相信。道理喺边度呢？原理呢系喺境趣心转啊，心能转境界，唔系境界转心。仲是这个原则，如果我们真正能做到心转境界，便有不如意、不如愿的事情呢？我们看经文，复次观世音菩萨，再叫住观世音菩萨，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了。若未来世，我哋喺一品经里面所睇到嘅，佛都系对末法众生所说嘅。救度苦难之事，唔单止系付足俾地藏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亦有份啊！有诸人等衣食不足，求者乖愿。喺而家呢个世间，灾难频繁，呢啲事可以讲系日日都能够见到的。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个是无始劫来极其恶业之所感召的，可是这个讲法虽然是真实，现在世间人不能接受啊，他不能相信。在古时候，由于世代相传的教诲，
能接受的人仲有，而家将古德的教诲完全舍弃咗啦。以现代人自己的创意、自己的想法、做法，以为是正确的，反而认为古圣先贤的教诲那些是过去，不适合时代，应当完全舍弃。咁佢嘅新嘅思潮、新嘅想法、新嘅做法，结果点样呢？如果系值得我哋深深去思考嘅。现在人不相信六道轮回，不相信因果报应，可是以这些报应的事实摆在面前，他不能不受，他还是要受。衣食不足，这个是世间最痛苦的事。一次我们发起在东北赈灾，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，北方天气好冷啊，尤其是今年啊，我听讲台湾有一个旅行团，亦是我哋佛教同修门组织的，到大陆去观光旅游，去到上海就觉得太冷了，受唔住了，就回去了。北方的天气啊，比上海要冷几多倍啊，这些人都受不住啊。居住在东北的这些同胞，他们怎样办呢？我们送了100,000套寒衣，那边有电话告诉我，现在已经分发出去有10,000多套，我是叫他们一面做赶快就送，不要等到通通做好才送，做几多就立刻送几多。他们得到的人都很欢喜，我们做的是全新的，不是买旧衫去赈济的。但是送到灾区，这些同修们回来之后都痛哭流涕。什么原因呢？看到灾民太苦，现在没得吃，在饥饿的边缘，那怎样办呢？衣服有了，没有粮食啊。我问问粮食能买得到啊？可以买得到。现在中国北方的粮食禁止出口了，可以内售，而且价格亦唔贵。他讲俾我知，而家灾区呢是以嗰啲包谷米为主食的，而家嘅价格一斤呢只有4毫子，
人民幣四毫子。咁舊曆年快到啦，我哋仲送咗一啲麵粉，我叫佢救災要緊啊！佢哋同我商量，能唔能把棉衣減少一啲嚟買糧食呢？我講俾佢知，棉衣仲係照做，加緊照做，糧食照買，唔足夠嘅錢呢，我哋想辦法。救災要緊啊！災難嘅根源，我哋知道啊，我哋了解，但係講出去，人哋唔相信啊，人哋唔能接受啊。所以讀呢段經文，以為念念地藏菩薩名號就得到就得救啦，邊度有咁嘅事情啊？邊個會相信呢？我哋今日发心嚟救灾，依个系治标，唔系治本啊！佛喺依度教训嘅，依个系治本根本嘅救济。前面呢一段系讲灾难，呢啲灾难就喺我哋嘅现前啊！我哋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疾病空虚，家宅不安，眷属分散，在佢有唔少人逃难到其他地方啊！还是是意外的灾害，睡梦之间多有惊怖，这个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。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亦讲得好清楚，好明白。佢喺呢度里头讲嘅呢啲灾难，系由于俗世嘅悭贪，只有今生之祸患啊！喺注解倒数第四行每后一句，此由俗世之悭贪，只有今生之祸患。所有佛讲俾我哋知，我哋喺六道一生能够得人身。得人身，这个叫忍业，过去生中曾经修过五戒十善，因为这个因缘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生，得人身了。可是虽得人身，每个人富贵贫贱不相同啊！一生所遇到的祸福不一样，这个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叫满业。
法相唯识里面讲嘅好清楚啊，好详细啊。满业系过去生中所做嘅善业同恶业啊，俗世造作善业，你一生得福报啦。衣食丰足，所求如愿啊！如果俗世造作嘅系恶业，你就会感受衣食不足。愿求不罪啦，遭遇一啲艰难困苦啦。可是呢个事情俗世做噶，而家后悔亦来不及啦。如果不是佛陀教导我哋，我哋点会知道呢啲事情嘅业因果报呢？唔明白业因果报，于是产生咗怨天尤人，认为老天爷唔公平啊！而啲世间人对唔住我啊，起怨恨心，又做恶业啦。恶业点能改变呢啲苦报呢？呢个唔可能啊！所以世尊喺度教我哋，于是人等遭遇灾难嘅人啊，应当要觉悟，问地藏明，见地藏形。我哋喺呢个经里面讲得好多，地藏系表乜嘢嘅呢？表孝敬啊！听到地藏菩萨名号，见到地藏菩萨形象，就要生起孝亲尊师嘅心。这个就能够转业报啦，改心理就转业报啦。孝敬是一切善法的根源。佛家讲的三善根，无贪无嗔无痴，仲是以孝敬为基础啊。所以观无量寿佛经，佛教给我们修学第一句就是说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散，修十善业。以四句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所教的。
而一部经典实在讲咧，就系讲呢四句话。我哋听到地藏菩萨名号，见到地藏菩萨形象，佛陀嘅教诲喺我哋嘅心中油然而生，念头转啦，境界就能渐渐转啦。呢个紧要啊！大家遇到灾难，我哋全心全力嚟救助，得一时咋。可是世人对我哋呢个做法生起感激之心，对于佛陀嘅教诲，把佢淡忘。我哋呢个救在得一时，算唔得乜嘢？佛陀嘅教诲系根本，永远解决嘅。呢个恩德几大啊！几个人能体会到呢？几个人能知道呢个恩德呢？有一次在灾区，我们亦响应灾区同胞们的呼唤，讲给我们知，很多学校在一次洪水里面被冲毁了，我哋要发起建十个中学、二十个小学，使到学生们能够恢复上课。我哋建嘅中学都叫慈光，佢哋答应我哋俾学校命名啊！我哋饮水思源，自己能够明白呢个道理，呢个系老师嘅教诲啊！我哋念念不忘老师嘅恩德。我老师一生的事业是在慈光图书馆，他办了一个图书馆，这个名字叫慈光。我们今天在大陆上建学校，用慈光来纪念李老师。小学的名称我们用孝廉，这个是发扬地藏菩萨的本愿啊。地藏菩萨表孝道，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家的孝经，佛法从这个地方建立的。小学教育是教育的根基，在中国古时候，孝廉呢是对于秀才的称呼。这个意思好深啊，希望从小培养他的孝心，培养他廉洁。廉洁是不贪啊，不贪是三善根啊。
人能做到不贪，自然就连带有不真不痴。贪唔到先至真慧啊嘛，贪得佢点会有真慧心呢？所以中国廉洁嘅意思，就含住佛法嘅三善根。我哋用呢个意思嚟同小学命名。我哋希望有能力嘅同修们，大家嚟赞助，呢个系第一批。我哋建十个中学、二十个小学，第一批建喺北方。我哋修学呢几十年嚟，得力于汉馆长嘅护持，佢系大连人，所以呢三十所学校建喺北方，亦系报答佢护法之恩。法教导我哋知恩报恩，我哋希望将呢个精神发扬光大，唔单止将来能够帮助中国各个地区，我哋亦要帮助全世界苦难嘅人民。我哋嘅能力好有限，只要有真诚心去做，必定能得佛菩萨嘅帮助。人嘅力量做唔到啊，佛菩萨有呢个力量。呢个正系李牧原居士常讲嘅，我哋冇福报，阿弥陀佛有福报；我哋冇能力，阿弥陀佛有能力。我哋以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大慈悲心嚟修学，自然能得感应。喺呢一段教导我哋修学最重要嘅一句话，就是自心恭敬。青年法师注解注得好，我把他的注解念一念。自心恭敬，切到原底也。可见得以四个字含义的深广，切到原底。原底是什么呢？是真心，是自性。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讲给我们知，虚空法界，依正庄严，为心所现。所以心是虚空法界，一切万法的根源。自心恭敬就达到这个根源。自心是真诚到极处啊，
为乜嘢要用呢一句呢？而一句系能感，感应道交啦，消除一切灾难，呢个系所应。我哋能感就有应啦。我哋讲佛菩萨有应，佛菩萨有乜嘢能力嚟应呢？仲系清净嘅感应，呢个先至如理啊！喺理上先至讲得通啊！冇呢个理论，我哋听咗之后，依旧仲系会疑惑嘅，唔太容易接受啊！下面同我哋讲点样先至能做到自心呢？问明不惑于明，见相不着于相，觅契真实中基，方若自心。呢句句话好啊！由此可知，世间一般人遇到灾难，纵然读到呢个经，问地藏菩萨明，见地藏菩萨像，苦苦咁哀求佛菩萨保佑佢，亦未必能济事啊！未必能真的有效果。什么道理呢？没有做到自心，问明惑于明，见相着于相，这个把感应的道阻塞了，唔通啦！所以苦难嘅境界依旧转唔过嚟啊！可是人要做到一点，实在讲，用而家嘅话嚟讲咧，得要相当嘅修养啊！喺佛法嘅术语是不是凡夫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智慧开了，唯有真实智慧先至闻明不惑于明，不单止是佛菩萨的名号，你不是惑世间所有一切的名相，你都不会迷惑。一个名不迷，一切名都不迷的了。一个相不着，一切相都不着的了。诸位要知道啊，要到这个境界，业就消了，境就转的了。几个人能做到呢？所以好多人读这个经，觉得这个经不灵啊，唉，觉得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是不错，但是事实上没什么用，见不到效果。道理就在这里了，不是佛讲的没有效果，是我们未有明白佛的意思。经过祖师大德的一解释，我们明白了一些了。
是不是真的透彻地明白呢？还有问题的。所以下面才叫你念满万遍、啊、念满万遍是什么意思呢？多次的熏修，希望你能够悟入这个境界，给你讲一次两次没什么用处，你还是迷，还是惑，所以经要时常读，要时常讲，最好要时常讲，讲比读的效果仲殊胜。我自己是个凡夫，是个中等根性的人，不是上根利智。今日能在佛法得这样的一些利益，没有其他的，就是靠日日在这里讲经，每讲一次，我对自己来讲是分修一次。我讲了40年了，40年日日不断在这里分修，才有这样的一些效果。所以我感觉得讲比读效果重要殊胜，深深体会到教学相长，明白菩萨为乜嘢咁样热心去教化众生呢？原来是为咗利益自己啊！你没有一个热诚去教化众生，换句话说，你就没有办法自利的了。自利决定是建立在利他的身上。不单止解门如是啊，行正亦复如是啊。我哋睇到人哋有苦难，唔能全心全力去帮助别人，我哋自己嘅灾难亦转唔过嚟啊！换句话讲，你热心帮助别人就系帮助自己啦，你自己嘅灾难消除啦。所以真正消灾免难是热心全心全力帮助人。你不肯真正去做，你解不得灾圆满，你的灾难还是免不到的。你这个道理你哋仔细去谂一谂啊！所以至心恭敬念满万遍嘅意思系好深好广啊！佛讲嘅话系真实不虚嘅。下面是讲的果报了，是诸不如意事。这个不如意事就是好像上面所举的例子，衣食不足，所求不能如愿，疾病空虚，不安，眷属分离，
而啲等等不如意事漸漸消滅啦。法用漸漸以一句話的意思好深長，看你自己用心的程度，看你自己分修時間的長短，這個災難有很短時間就消除的，有很長時間才能消除的，這個完全看我們自己了。自己如果能夠頓悟，如果能夠勇猛精進地修學，在短時間之內就能看到效果，這個災難就消除了，即得安樂，衣食豐溢。豐是豐足，益是增加，不單止自己足夠用，還可以有多餘的幫助別人，乃至於睡夢中率皆安樂，夢中一些惡夢呢亦就冇曬啦，個身心安穩，轉禍為福啦。嗰個課題裏講嘅修善消滅安樂，這個字對現代人來說呢還得加幾個字才行、否則的話修善、把安樂消滅了，那這個就產生誤會了。修善消滅諸不如意事，即得安樂，這個意思就很圓滿了，大家就不至於誤會了。所以一段經訓對我們現在的人來說迫切的需要，我們一定要很認真努力去做。我們今天看到別人有災難，說不定明天我們自己就遭到災難了，我哋自己唔能关心别人，到我哋自己有灾难，边个嚟关心我哋呢？我哋唔肯帮助别人，我哋自己有灾难嘅时候，边个嚟帮助我哋呀？要知道因缘果报，丝毫不爽呀。我们希望自己有难的时候有人来帮助我们，来安慰我们，我们看到别人有难就要去安慰别人，帮助别人，你才能收到这个果报。再看下面这段经文，复持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或因自生，或因共事，或因生死，
或因急事入山林中，过渡河海，乃及大水，或经险道。以段经文所讲，就是现在讲的旅游的平安。现代人出门旅游，交通工具和古时候不一样啊。但是可能遇到的灾难实在讲是没有两样啊。个课题呢是安水陆险道，就是在水陆险道旅游的时候能够得到平安。在经文里面，诸位要留意看看，你就能看得出来。前面一段，佛叫住观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诸人等，你看一段呢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每一段经文你仔细去注意一下，如果是善男子善女人，遇到灾难可能性少啊。所以无家善，有诸人等衣食不足。如果真正是行善的人，这个遭遇会好少。所以我们在经文上每一字一句都要留意。咁呢个地方系讲嘅善男子善女人，呢个善字前面同诸位讲过，最低限度要做到正业三福嘅第一条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佛先至称许作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善男子、善女人的果报，诸位要细读《了凡四训》就明白了。了凡先生确确实实把这四句做到了。这个是我们的好榜样啊。这个是讲出他要出远门啊。出远门当然是有事情的啦。或因自身。自生呢，是为了他的生活，为了自己的生活，为了家庭的生活。外出谋生，或因公事，一个公家的出差了，或者是私人的事情，私事，好像探望亲属、访问朋友，私事。你或者在朝廷里面做官，现在是公司行号的职员，派你出差公事了。或因生死，死呢是奔丧。生呢
系屋企里面生小孩啊，呢个系喜事啊！翻去探望，或因急事，临时有急事情啊，呢个系说明外出嘅原因啊。而家仲有观光旅游啊！呢个里头所举嘅唔系呢度啦，观光旅游。入山林中就系你旅行时候经过呢啲山林，或者要渡过江河或者是大海，这个大水好像是湖泊一类的，或经险道，险道里面包括那些地区有猛兽毒蛇的，或者有这些强盗抢劫的，这个是属于险道。险道在过去陆地有啊，这个河海里头亦有啊，所以有海盗。你要是遇到的话呢，亦是很麻烦的。现在交通比过去便捷了，旅游呢比以前的人呢实际讲要舒适太多，可是交通的事故，交通的这些灾难，我们亦时常听到。如何能够在旅游里面保平安呢？可以说是所有出外旅游的人都期望的。这里呢，世尊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，请看经文：是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，善男子善女人